1949年，现在位置就是当时的一个战场之一，死伤非常惨重。好，各位刚来的朋友，我们下一个景点呢就是古宁陶，那边有非常多的纪念品供大家采买，那也非常欢迎大家使用人民币来购买。再给我看，你在想要做什么？啊、这我拿这，阿公每一年会惊你讲叫我出来遮看看。对了，真是。正好你今日出事吼，今日生日吼，哇，啊真久，60几年有啊吼。小妹妹到后面去，老张，消息了啊！西门，我们最后的秘密，你们没有正常退路，班长唯一的愿望就是带你们回家，一个一个都送回家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是潘阳子。